快点，冲得快点。第16场，随陈启南领导，尽快追上。
现在室外温度21摄氏度，风强7米，风速3米每秒。祝所有的参赛者在赛程佳绩，也祝你有一段愉快观赛体验。全组会
1349号，2018年青奥会铜牌得主，二青会金牌，全国青年纪录保持者，江苏铁人王琦。1544号，江西选手刘宇轩，刘宇轩也是2017年亚少赛的冠军得主。1596号，山东选手李佩勋。1547号，江西选手龚石贤。1333号，江苏铁人丁元波。以上是今天上午参加男子链球决赛的16位选手。在男子链球项目，选手每位选手也会获得6次试投机会。选手现在在赛场也准备进行最后的热身。本赛季2021年前4位选手也是新人。哎呦啊，请将显示参赛选手名单，让我们聚焦火炬下方的助场们，将用仪式性的方式欢迎全部参加比赛的19位选手共同入场。接下来欢迎男子5000米选手进入场地。
冠军赛冠军，来自云南钟庆华。是全运会的四方元老。
时也是以75.20拿下了冠军。所以这是王世柱很今年能否再一次蝉联成为全运会的三冠王。选手呢要有选择性的来参加比赛，虽然在报名的过程当中呢，所有的选手都是报了一项，比如说像火箭5000米、10000和公路赛的马拉松项。刚才呢，火箭就在出去之后的第三圈放掉了比赛，这样的话也是为了保好9月26号上午的马拉松项。现在西藏队的两位选手，咱们就说何广田正在练习这个中的配速，现在从前三圈向对焦换了马拉松项。未来第三位的是河南的选手王伟，王伟加上他身后的钟庆华，这些选手都是专项这次专心跑步前的选手，之前没有参加半马大赛。现在距离最后的终点还剩下八圈。Jenny。
所以说对于心肺负荷、功能、速度还有极限耐力的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贵州的毛巾舞是分在第四位。之后是蒋发坤，我们看江西的洪建华虽然是两项都爆，但是呢在场地赛当中他还是力求相对平稳的完赛，并不追求成绩。终点的项目就是跑一枪马拉松，选手彼此之间由于这个配速的紧张问题，大家还是之间还会有一些身体接触。东田希望在最后的三圈半是把配速提起来，紧随其后的是宗庆华，然后是辽宁的任宝月。辽宁在这个项目当中一直拥有着绝对的优势，辽宁山东是历史上的中长跑的强队，我们就看宗庆华这次能取得一个什么样的成绩。面对全运会的万米冠军，上次云南队获得冠军是第五届全运会和第六届全运会，张国伟指导，也就是现在云南队的教练，他所创造的蝉联5000米冠军的这样的壮举，是在1983年的上海全运会和1987年的广州全运会。宗庆华现在是从内道，他是身材高大，而且他能跑1500米，相对来说呢，如果是让他连到最后的话，他是具有速度、体能上的优势。今天选手们由于场地相对来说相对湿度大，天气比较凉爽，水分流失不是特别大，大家今天的补水并不是特别的多。罗杰的配速有所下降，现在宗庆华和任广月距离他比较近，而且另外两个云南选手现在也已经跟上了。贵州的毛巾舞跟在第四，云南的蒋发坤跟在第五。毛巾舞我们刚才也说了，是贵州队的生力军，之前他没有参加大比赛，也是这次参与到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选手，只有19岁，02年出生的选手。两位生力军，包括任广月，任广月之前是参加了万米比赛，跟在陆杰的身后，目前还有最后的700米。来，让我们的加油声伴随着我们的长跑项当中的各位高干性的男神们向前狂奔。伴随着5000米，同时要进行的是女子跳远的比赛。来看一下单圈提示铃，最后中圈提示铃响起来。目前周杰处在第一，宗庆华处在第二，刘广月处在第三。我们看看1500米的这个冲刺能力。周杰在内道并没有让，知道外道的宗庆华要在这个时候要发起挑战了。周杰的绝对速度起来，一天之前获得万米冠军，还有这样的体能储备，这确实太强了。一鼓作气，没有冲上去。宗庆华在寻找下一个机会，进入到终点直道，摆开外道。再来看一下，看周杰能不能顶住。生力军对阵万米冠军，周杰速度带起来，没有给宗庆华任何的机会。西藏队包揽5000、1万全运会冠军。历史上的第一次壮举，13分49秒15打开14分大关，漂亮，1分06秒的平均配速，跑回配速。终点也是稍微的有一点点跑过终点之后，胃部也已经稍微有点抽搐。
绝对的男神，绝对的实力，绝对的自律，郭富杰。本届选委会雄居万米、五千米双料金牌榜的焦点。13:49.15，钟庆华在最后没有超过终点，连续的三个加速点，从中间提示点一个加速点，非终点直道一个加速点，弯道进直道，从终点直道最后50米又一个加速点，都没有成功，这是优点，而且还属于领跑位置绝对的实力。现在在男子练球场地刚刚完成试制的是来自江苏铁人丁元波，64:05。目前所有选手都完成了第一轮试制。按照第一轮试制目前的排名，暂列第一的是来自江苏铁人的王琦，73:12。王琦也是在第一制度突破了自己的 PB， 这一制也是给辽宁选手两届的全运会冠军王世柱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现在让我们可以关注一下王世柱的下一投，因为作为这个赛季可以两制突破70米的选手，目前赛场上只有来自江苏铁人王琦和辽宁选手王世柱。同时来自山东的张琦在今年也是有着69:58的成绩，所以在今天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突破70米大关。现在即将试制的是陕西选手张子鹏。
技术从2013年到目前以来，还是以王世柱76.12的成绩，在2017年至今的排名，目前的近8年来的第一位。女士们、先生们，竞赛的过程现在正在进行热身，是我们在后期的晚上当然非常关注的男子4×100米接力的预赛个人参赛选手。我们都知道，从2008年以后，我们在2014年、2015年开始以接力速短跑，最近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各个省队就是整体实力都在上升，而且我们也从各个省队选拔很多优秀的人才去国家队集训。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也关注一下各支代表队4×100米接力在本届全国运动会实力展示。那么现在正在跳伞进行热身。68.89，目前暂列第三。女士们、先生们，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预赛三个小组，第一小组比赛，每组前两名晋级决赛，另外三组第五两个就能进入。运动队介绍：四大湖北铁人队，一棒侯少卿，二棒杨洋，三棒高伟，四棒郭毅阳。
现在在男子练球场里，刚刚四川铁人苏正正这一支又是挂网了。上一支来自辽宁的王师傅掷出了68.68，目前还是以第一掷69.72的成绩在里面。
后来看一下一二棒交接。上海队的交接棒是非常的顺，四川铁人目前处在领先的位置。外道，天津和山东，二三棒交接，各队也没有出现问题。目前是四川铁人队处在领先，上海最后是强棒许多正，小组前两名。许多正毫不着急，慢慢的超越内道广西队的对手，小组第二，这就是我们说的稳健。39秒46，参考成绩。这一组的后两名，第三名的队伍就在低谷晋级方面比较被动，因为这组的最后的确认成绩是39秒48，比上组第三名还要再慢一些，所以这样的话呢，低谷晋级的优势就很难了。这组的晋级，四川铁人和上海。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将目光再一次投向男子练球场地。正在进行的是男子练球决赛，进入头部的是江苏铁人王琦。王琦在上一掷也是直接掷出了73比12的 PB。看看这一掷能否稳步攀升。是在73米左右的成绩。72米33，接近上一掷73米12的成绩啊。王琦也是在今年的锦标赛上拿下了亚军，在2020年的锦标赛同样也是一枚亚军。所以在今天14运动会上，王琦是在这个项目上打算拼一把。在今年，王琦也是一直将成绩稳定在70米25以上。江西的刘宇轩这一掷打网了。今年也是掷出了68米54的好成绩。其实对于这些小将来讲，68米70米的成绩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在今年的分区邀请赛吉安站上也是拿下了冠军，两站的邀请赛的冠军吉安和枣庄，在枣庄拿下了亚军66米01。试制的是山东选手李佩勋。李佩勋在今年的三制63米81、65米16到65米38，一直在稳步攀升。接下来将要试制的是
是18年的大奖赛的两冠王，来自江西的龚之贤。这一次还是没有发挥出全部的水平，龚之贤也是具有69米以上水准的一位选手。这组的广东队呢也是非常强，广东一棒洛文义，二棒莫有雪，三棒张瑞轩，四棒陈冠峰，最强棒子，而且也是最强阵容。女士们、先生们，赛道上即将进行的是男子速成100米接力决赛，三个小组当中最后一个小组比赛，小组前两名晋级决赛。这名显示参赛代表队名单，重点棒次介绍：五道联合队，一棒胡志强，二棒严海滨，三棒汤新强，四棒隋高飞。六道福建队，一棒刘泽言，二棒肖远恒，三棒苏建清，四棒雷振辉。七道广东队，一棒骆文义，二棒莫有雪，三棒张瑞轩，四棒陈冠峰。比赛即将开始。下面顺利出发，来看一下广东队，第一棒是吴志强和骆文义的比拼，志强跑的是非常的稳，第二棒稳稳交接，保持接近平衡，也实力超强。广东队的二棒是莫有雪，联合队二棒是严海滨，二三棒交接，哎呦，他把这一下交接棒稍微有顿了一下，广东队的交接棒是比较顺，然后接下来是三棒张瑞轩交给四棒陈冠峰。联合队最后是跟了上来，隋高飞出的第二，陈冠峰压线39秒13三跑成绩，广东队比较利索的小组第一，确实是超强实力。在决赛当中啊，联合队都未必能战胜广东队，如果广东队跑得特别顺，甚至有可能联合队如果发挥超级顺，把真正实力发挥出来，都有可能把广东队的四个小伙子呢整体的爆棚的实力带出来，创造一个惊人的成绩。这是我们速成100米男子决赛的看点。
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男子5000米项目颁奖仪式现在开始，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以及颁奖嘉宾入场。颁奖嘉宾和获奖运动员、教练员合影留念。感谢颁奖嘉宾，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向获奖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各位观众，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田径比赛男子5000米项目颁奖仪式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接力的预赛还有
现在在男子链球场地正在进行的是男子链球决赛，目前王琦仍然是以73米12第一掷的成绩排列第一。即将进行试掷的是来自辽宁的李炬。64米90，女士们、先生们，竞赛跑道上即将进行的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三个小组当中的第一组比赛，小组前两名晋级，重点队介绍四大。这组呢，比赛成绩显示在国际屏上，广东44秒33，青田队、香港队、河南队、重庆田队和浙江队。哥加油！
在男子练球场地，刚刚来自山东的李培勋也是以66米56的成绩，把自己的排名从第八位上升至第五位，目前已经进入到了第三轮试制。暂时位列第一的是江苏铁人王琦，位列第二辽宁选手王志柱，第三是来自山东的张琦，后面几位江苏铁人江河、山东的李佩勋、江西的刘宇轩、辽宁的李俊以及辽宁的张嘉妍。现在目前场上还有一位选手将完成第三轮的试制，将会有排名前八位的选手晋级后三轮。刚刚这一是63米29。133这组我们两个就好了。
道香港队，一棒李巧怡，二棒江俊奇，三棒陈佩琪，四棒吕丽瑶。比赛即将开始。出发依然顺利，各位女子选手们的起跑非常的稳健。出发之后，外道的浙江队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来看一二棒交接，交接棒之后，江苏铁人和浙江，中间道次是河南队，二三棒启动。现在在女子跳远及格赛上，目前来自浙江的公路营河南的徐小令以及江苏铁人谭梦怡也是放弃了第三轮试跳的机会，因为已经稳稳地进入到了决赛当中。目前所有选手都是进入到了第三轮试跳。现在前十二位选手排名是来自浙江的公路营河南徐小令、江苏铁人谭梦怡、浙江的华师会、江西钟家卫、浙江选手陆敏佳、广东选手陈水清、湖北铁人江梅以及杨洋，还有四川铁人刘佳慧、香港选手胡亚欣，还有重庆铁人的胡燕。想要进入到前十二位进入到决赛，还需要跳九米九八以上，9.98以上。现在在男子链球决赛上，有八位选手晋级，来自江苏铁人的王琦、辽宁王世柱、山东的张琪和李天轩、江苏铁人的江河以及江西选手刘宇轩、辽宁选手李旭和张嘉言。这八位选手都是传说当中的健将选手。截至目前为止，江苏铁人的王琦也是以3.72，稳稳地把自己的名次排列在了第一位。这种稳定性对于00后的小将来讲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2021年中发挥出这么好的稳定性。现在即将进行试制的是山东选手张琪，
现在的男子练球场地即将试制的是江苏铁人的王琴，目前三掷都上72米的选手，也让我们赛场再一次为这个3米都上72的选手沸腾一下，让我们的掌声送给王琴，看看王琴的这一球能否再一次突破。场地上即将进行的是女子四乘100米接力余裕赛第三小组比赛，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接下来我们选出参赛代表队名单。重点运动队介绍：
现在在男子链球项目上刚刚完成试掷的山东选手张琪，也是凭借着第四掷69.88米，让场上发生了一些变化。69.88米超越了辽宁选手王世柱掷出的69.72米，所以现在王琪暂列第二。现在前三位的排序是江苏铁人的王琪、山东的张琪，以及辽宁的王世柱。山东的张琪刚刚掷出了69.88米。即将进行试掷的是江西选手刘宇轩。即将进行试掷的是山东选手李佩勋。可以看到，进入到后三门的试掷当中，所有选手的投掷节奏也是稍稍加快。希望能再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这一掷大概就是12米左右，没有掉。李佩勋也是凭借着68.34米第四掷的成绩，目前暂列第四。现在在跳远场地上正在进行的是女子跳远及格赛，已经进入到了第三轮试跳的尾声。目前即将试跳的是四名选手留下。
刘一楠二棒，刘春殿三棒，杨慧珍四棒，杨磊超强。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男子链球场地即将进行前三位的选手的争夺，江苏铁人王琦、山东选手张琦以及辽宁的王世柱，目前的排位还是王琦以4掷72米以上，最好成绩73米47排位第一，张琦和王世柱仅仅差了10公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这三位选手的最后一掷。现在即将进入投掷圈的是辽宁选手王世柱，王世柱目前是暂列第三位，看看这四朝元老能否凭借最后一掷实现反超。现在练球场地，江苏铁人的王琦最后一掷，看能否再一次实现突破。眼镜没拿，我去拿个眼镜。